项主要为豪华五星级酒店的 A 座饭店。火情发生后，辽宁省公安厅和沈阳市公安局迅速调集警力开展灭火。辽宁省委省政府、沈阳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第一时间赶到现场。起火后，万钦大厦内50余人全部被安全疏散，便曾一度疏散人员。在的身后呢，就是沈阳的黄桥万兴酒店。大家可以看到，万兴酒店南侧的这个楼体呢，现在已经基本被火燃尽了。现在呢，仍然可以看到有部分的这个楼体还在燃烧，同时呢，不断有这种燃烧的残留物随着这个风飘落在地上。现在对于消防官兵最重要的两个施救点，一个是继续施救现在的这个万兴酒店当中的是否楼体当中还有人，另外一个五星级的酒店黄桥万豪酒店。现在在画面上我们看到的是很多刚刚从楼体上燃烧下来的外墙的，是完全的切断了电源。在这里我们看见消防官兵救火时候，这个水头已经通过这个应急的消防通道，现在是进了楼体，在楼体内部，尽管现在没有看到烟雾，但是呢，